爱普天下。但他消息，本校一女大学生深夜秘密出逃，前往洗衣房录制吃播，请看最新报道。今天怎么缺点知味呀、啊？缺的是知味，不是缺你，就是缺我。这个舍友就是这个的主人，大家知道了吗？什么鬼？我可没有下蛋哈。嗨，普天下。我真的无语了，很好，来让我们点起希望的灯火，找必偷光，我的光呢？快点，不然你面子涂了。哦，怎么旁边也在吃东西啊？旁边让你给整饿了。嗯，好香啊，洗手先喝一口汤。瑞瑞瑞哇哦，我没拌开，妈妈咪呀。等一下，室友的蛋，吃面不吃蛋，香味少一半。头敲开了，现在已经有铁头功了，我都用头敲蛋的。一口吞了吧。粉丝想吃吗？倒霉。再来口，我真是醉了呀。但他消息，本校一女大学生深夜秘密出逃，前往洗衣房录制吃播，请看最新报道。没有人哎。有人来洗衣服了，那我们就在这个楼道吃吧。我经常在这边给大家拍照片的。啊啊，这个是声控灯，它得一直叫。马西索，我容易吗？我就是想多录一个，因为每天满课。给你看看我的背景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吃播？马西索，这地方好不好啊？我要不架高一点拍拍看。这个光好好，我好像一个流浪汉啊。我宿舍门好像忘关了，我有没有关宿舍门啊？我回去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，晚安。Hello 啊，回来啦。抖音。